谢谢。亲切的问候，每一位排队的街友，让他们在中秋节前能拿到月饼、柚子，还有一个带着满心诚意的红包。希望他们都能快乐的度过中秋佳节。中秋节是一个象征团圆和乐的日子，可是可能对部分的街友朋友来说，也是一个充满孤单的日子。那所以我们是当慈善基金会的同僚，像林恩年开始，我们就跟县市政府合作，在每年的三节，所为我们的街友朋友们送上祝福跟关怀。那这样的活动，我们已经坚持二十三年，我们从来都没有间断过。 不止每年三节的祝福与关怀，基金会也在平时提供医疗补助和自立方案。最希望的是能帮助他们重返社会，让街友们恢复身体的健康，也挥别过去的不如意。最后，在这里我要代表太原有市长，特别感谢我们的志工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无私的奉献，我们才能够坚持这份善业这么久的时间。那中秋节不仅仅是团圆的日子，也是我们传达爱与关怀的时刻。 祝大家节日快乐，然后也希望我们一起许愿，让我们深爱的台湾能够处处有温馨。遇到行动不便的陈小姐，执行长更大步向前将红包送到她手上，希望把董事长的爱心散发出去，让街友们感受佳节的温暖。记者王淑明新北报道。